意大利切手，阿姨。哦，结账哈。结账哦，我结账。哦，我那个模子。哦。你们怎么又写成大模？一般都是那种小模推拿。小模推拿。我上我推动。哎，还是有点重。有点重。一般两个人推吗？一个人推啊？两个人推，个人推。两个人。一般都是两个人推，可能确实有点重。推干的带些，推干的不行。要得，那就把灰菜给我们，因为做得好，就是给我们注意哈，哈，谢谢谢谢。就是有点不好过，哦，这是不好过，可能处理起来有点困难哈。哦，这是不好过。确实，想吃个东西不太容易。那是啊，也不管在上头都是这样。好吃的东西，看这容易做的难，啊，看这容易做的难呀。看这容易做的难呀。我还有点没搞清楚，你谈了，你已经弄了那么多个了，我现在一个都没弄出来。你看这样子行不行？那个模子才对准味道，刚开始有点不舒服。每次过世早上就是拉卡到了，已经成了标配的。继续拉。我还喜欢。不错啊，不要累。